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是这项活动的25周年，全球有超过170个国家响应这项活动。研究显示，母乳对宝宝的健康有很多好处，它含有能够预防传染病的抗体，同时也能减少宝宝过敏反应的发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一间母乳喂养中心，一起来了解母乳喂养在美国的情况。华盛顿母乳喂养中心创立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创办人派特·雪莉表示，20年前母乳喂养不如现在普遍，很多人对母乳喂养有错误的认知，认为宝宝可能无法单靠母乳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所需分量。亲喂两个孩子母乳的雪莉开设这间中心，就是为了扭转民众的误解，让大众知道母乳喂养的婴儿更健康，除了能增强宝宝的免疫力，还能降低母亲得到乳癌的风险，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能通过母乳喂养更加亲密。华盛顿母乳喂养中心贩售许多帮助母亲喂养的器具，也为妈妈们提供心理咨询和经验分享讲座。雪莉鼓励新手妈妈在孩子出生的6个月坚持纯母乳喂养。来自韩国的钟太太从女儿出生开始喂母乳，现在已经有5个月时间。母乳喂养需要很多耐心，但我认为能和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非常有意义，也让我更加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母亲身份。母乳喂养逐渐普遍的同时，许多人也注意到有关母亲喂养婴儿的地点限制。澳大利亚参议员华特斯今年5月成为第一位在该国国会哺乳的议员。我们非常鼓励让母亲喂养婴儿成为常态，我们的法律需要修改，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任何婴儿在的地方都应该让他们能够被母亲喂养母乳。这间母乳喂养中心将在星期6早上举办庆祝世界母乳喂养周的活动。全球各地响应这项活动的妇女将在美国时间早上10点半同时开始喂养母乳。去年一共有17800多人响应了这项活动，主办人希望今年能够创下更高的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